我们在坐火车，火车还在山上。这个小人，这小人从包里捞出来了什么？这里是 Roaring Camp， 就是1880年开始的一辆从 Bear Mountain 来的火车。我们好像已经听到有声音了，对不对，东东？哦，来了来了，很接近了。哦，有烟！哇，火车来了！乘务员。乘坐19世纪的窄轨蒸汽小火车，这是一段忘记时间的红杉林路线。Roaring Camp 历史悠久，始于1958年，是为了重现加州淘金热时期的生活和铁路历史。这里保留了许多当时的建筑和蒸汽火车。作为加州特产的红杉树是世界上最高大的树种之一，有些甚至高达100米以上，相当于30层楼高。穿梭在这些古老而壮丽的红杉树间，有种庄严神圣的感觉，感受着大自然的力量与美，在光影交错间暂时忘却了时间。坐着老式的蒸汽火车，司机大爷还会时不时让大家感受一下蒸汽的轰鸣，加上火车行驶在铁轨上的颠簸，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冒险和探索的时代。整个旅程中，火车带着我们远离城市喧嚣，缓缓行驶在被高耸入云的红杉树环绕的世界中。